时代。好，下一组还是我们愚人时代。下一组愚人时代呢是没跟上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 Megan 品瑜，我是倪尚，我们是愚人时代的没跟上。大家好。最近呢，我看到一些穿制服的，我都觉得特别青春，特别怀念哎。啊，那段日子我完全不敢回想哎，好痛苦哦。那段日子不是正青春、正有活力的时光吗？睡觉时间都不够了，还要花时间化妆。哦，你这么年轻就懂得打扮自己，难怪你以前一定很多人追哦。当然，我不止妆化得好，酒还很能喝。不行，喝酒吧。喝得越多，消费越多。等一下，我们这说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？对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职业是？不能说。想当年啊，我在店里也算是红牌，什么王董、陈董，通通被我耍得团团转。我在店里啊，还有一个小名，叫做石斑鱼。等一下，红牌不适合叫那个名字吧？当时啊，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还想用毒品控制我，不让我走。对啊，这已经犯法了吧？所以你到底谁的职业是什么？嘘，不能说。不过啊，后来，等一下，我真的忘记了。想要成为石斑，而且我刚刚说的制服是学校制服，你没有一些特别的学校回忆吗？哦，有啦，像是国小的爱心妈妈。哦，哎、欸，国小妈妈很善良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都会，对不起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想我们别重新好不好？不要急吧。大家好。前一定很多人追哦。当然，我不止妆化得好，酒还很能喝。不能喝酒吧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酒喝得越多，小费越多。我们刚刚说的职业真的不是同一个吧？当时啊，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还想用毒品控制我，不让我走。这已经犯法了吧？所以你在这里说。想当年呢、啊，我在店里还是个红牌。漂亮的小石斑哦，他真的没有想要成为石斑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说的制服啊，是学校制服。我们有些特别的学校回忆吗？哦，有啦有啦。哦，像是那种国小的爱心妈妈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种嘛，没有工作，整天游手好闲，自己孩子都顾不好，还想顾好全班孩子的那种妈妈。你怎么成那样？爱心妈妈是很善良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以前的爱心妈妈都会偷拿考卷答案给他儿子看，我坐在儿子旁边，他也会让我一起看。这是作弊吧？想家吼，儿子，快点，等等要考的。妈，我不要作弊啊！哎呦，快点啦，趁老师还没有来，你不要害我又被老师抓到了。被抓过吗？被抓过就不要再犯了啦，不要啦，受不了你耶！好啦，先写起来啦 ，A G C C B。再多怕你儿子不及格，你今天是来讲故事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小朋友，今天爱心妈妈要跟你们说一个对你们非常有帮助的故事哦，就是 A G C C B。怎么还不死心呢、啊？现在想起来，爱心妈妈真的是蛮有爱心的哦。搞错了吧？要是国中有爱心妈妈就好喽。你别想要作弊啊！哎、欸，你刚说到国中啊，国中有没有传过纸条的回忆啊？哦，有。尤其是跟心仪的对象传纸条。对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不要传下去。
他传纸条给我，等一下，你想传纸条给我？我讲出来了，你打开就好了啦。不用写这种的吧？我只写一些心里话而已。跟我生孩子。我才不喜欢这么直接的嘞。他没有跟我生孩子。算了，我换别的好了。你国中没有其他特别的回忆吗？我想想哦，圆游会吧，我以前最喜欢圆游会了。圆游会？那圆游会卖些什么？很多啊，炸薯条、炸鸡块、二手玩具、二手书刊、二手妹妹。等一下，怎么二手妹妹啊？二手就把家里不需要的东西捐出来嘛，我不需要我妹。有够过分！我们班已经算很有良心了，隔壁班二手奶奶卖了3年没有卖出来。不算的，老师都没在阻止吗？老师忙着卖妹妹，哪有空啊？不要这样，老师啊，你不要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了。老师他们都很，他知道很多事情，他们都会说。别人们底下做什么事情，老师我不知道啊。啊，对，他们会这样。不要以为你们在厕所尿尿，老师不知道。在厕所不尿尿还能干嘛？这你就太不了解我学生了。没有在厕所做其他事情呢、啊。女生过来。老师怎么了？快点告诉老师，你刚才午休的时候趴在桌子上坐。老师，这很明显吧？就是在快一点告诉老师，不然老师不知道。就在午休了，这公司老师是其他什么事情都知道的。好，你上过来。老师，你的事情老师都知道了，好好保重。这态度听起来不是好事情。你的妈妈，讲下去了，听起来有恐怖的。你的妈妈跟小笼包的爸爸。讲下去啊，你讲够不单纯的。是好朋友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爸爸跟我怎么样？是闺蜜。哎，不适合吧？你们不适合是闺蜜吧？没有适不适合，只有你愿不愿意。不愿意啊，我不愿意啊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考试喽。讲完了吗？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。阿达，过来。你爸爸跟我。不要跟学生爸爸有关系啊。为什么啦？爸爸是个老实人哦，我爸爸不会做这种事情哦，我不相信。老实人才会好不好？看起来老实。你不要这样说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我跟你讲，下次你他才不是那种会拿水管的人啊。这一组也是蛮冲击的，我是忘词的部分吗？很激励我们，从头来一次，大家一直帮他们鼓励，甚至帮他们提词。刚刚多维真的有一种宗教集团的感觉，很感人。就同台的小笼包已经拿着手机站在旁边，这样准备随时要冲上去提词，好厉害哦！很抢先，对，还在麦克旁边，等一下是这句。这就是 open mic 会遇到一些状况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样子。我们 open mic 也是有一些忘词名人啊，哎对啊，他可能就是不小心跟忘词名人同个工作室太久了，可能吃到口水或什么之类的。只有凯婷吗？哎对，坏人要我当就对了。